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爷爷98岁生日，然后我们准备到鱼塘里面去捞一条大鱼上来做生鱼片，去看他们几兄弟在那捞，撒网的。啊，都鱼在里面，老牢了。我们偷那么捞嘛，我拉起来再收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大一条，这么多，哎呦，网啊，两三条了。这一网搞的，这太意外了。是谁杀的嘛？老罗的，上面拿下来的。开始了。哎呀，还以为没有货了，你看这么大一条在里面，哎呦。啊，等一下，请啊。已经得鱼了，都打了，不够了，那都换了，这么被熬熬了，都天都红白了。刚才我那个太太，我太太这都累，都丢啊，那丢累啊，喂呀，那丢累不老点啊？啊，那丢白老老高速路，喂喂哟，这丢。你老张，我礼拜三张嘞，明年我礼拜三张啊。要卢江拐拜在53年呢。53年拜的嘞？咋的？哦，在迎新年了嘞。53年了，拜鼠妹。在寒冰了哈。拜妹拜啊，鼠年年妹。你刚发的那咯？泥土罗啊。哦，泥土。哎，你以为他是？我看他飞了。又放条，这条大点。这条大点。要不然两条一起啊，一起上两条。明天再拿一条也可以啊。爷，昨天大哥带爷爷到三江去玩了一下，爷爷说啊，变化太大了。比53年变化大多了。比53年变化大多了。哈哈哈。哎，那古老呀，你那东南嘛的，不光老油盘子。你嘛那电呐，也算啦，老们。算啦。没有三张，还就这种。对对对，这两千年个么样呀？伢那53年那六千年呢？啊，三千。六千年了。那都嘛有家怎样？有家留级，都被打的吧？打架嘛？那嘛有。哎，关真呀！哎，人家不旅游，不关的啊？是不旅游旅游啊？就，啊就，年轻人都黄病了，黄病了。53年那个，嘿，那个，爱上，爱上又没钱，怪钱了爱了呀！又忙活了爱了。哎。鱼上来就好了，到，要到了嘞，要是，现在只能这样了，水都搞得太浑了。好了，安了，下头去。啊，这真要不会怎么谁不会了？呵呵。哎呦。可以两条小鲤鱼。再搞的话，其他的鱼都会被搞死了。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了。哎呦！又钓起来了。